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OK， 下面玩游戏是《侠客分传前传：幽冥路》第二期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去拯救天神派屠夫强鬼王魔鬼王魔巨力。屠夫强鬼王魔巨力。OK， 好，那天神派呢？这个我应该只是打给大家看的。那我自己会再额外再去救其他门派，因为救门派是有回合限制的。OK， 天神派悠远悠长，虽是坐拥冰雪天险，易守难攻。然而其与天龙教毗邻而居，乃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部族自此地的探子回报了天龙教上商的消息。然后这边有两个人，哎，这是青城门人吗？哦，这边很那个。胖大人，胖官大人，探子回报，天龙教玄冥子、婆媳罗、自在天等人率众包围天上派。果然，这些瞄准的便是天上派嘛。综合他们的战力，我方当是略占上风。只怕这些正派人士没这么容易说服。各自就位，听我信号。是。魔教妖人，敢胆的来我天上放肆！哈哈，何莫风。我天龙教大发慈悲，容了你这邻居20多年，可也就到今天为止，天神派上下一个不留。慢，玄冥子，教主的吩咐可不是这样。若是全杀了，以我天龙教又有何用处？你们两个忘了吗？教主也说过，若是对方毫无归降之意，格杀勿论。何况天山派武艺低微，活着也派不上多大用处。今日便当是清扫我教门口的一帮垃圾吧。给我住口，玄冥子！我让你知道侮辱我天山派的后果。我天山派这是战死，也好过在魔教的走狗。这有娘在，娘不会让咱们死的。师姐说得好，誓死招进魔教妖人。好一口尖嘴意啊！老夫便让你们死前多受苦一段时间。看看还能多硬气，我谢罗自在天，我们上。哼，别一副头儿猴尾，我们只听命教主。不过也好，这冰天雪地，莫冻坏我的皮肤。自在天，咱们赶紧办完事，我们上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是丰都的人啊！丰都，又是你们这些鬼模鬼样的家伙，管闲事到天上来的吗？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，看来是想坐收渔翁之利啊！弟兄们听令，天龙教罪大恶极，随本官将之打入幽冥殿，捉拿问神。罪大恶极，捉拿问神。传闻天都、丰都行事诡谲，我行我素，怎会突然前来相助咱们？爹，咱们该怎么做？这是咱们的机会，末将元首拒于门外，天上派弟子。与丰都一同将天龙教妖人击退，那人怎么被包围啊？可恶！婆媳罗自在天，你们两个去对付丰都，确保退路。天山派由我处理，我绝不会让这机会给溜了。哼，我们自会见机行事。哎呀呀，真不知道那俩家伙为何对这天山派如此执着。哦，玄冥子跟天山派的人有什么情感纠葛吗？好像有，对不对？OK， 拜托，我们人这么的强，我们有青城派弟子哎，等一下打得到吗？可以，啊，退后。
无常，花中迷人，怎能看破人心？无痛，无伤。我天山派，看招！哦，天山派的人也会必定命中。那这天山派应该蛮不错的啊。胆敢闯我天山派，看招！胆敢闯我天山派，看招！胆敢闯我天山派，看招！你不是女弟子吗？为什么是男弟子的口白？浇花，水中明月，谁又能真正看得清你？天山派，我扛！月女剑书，哎，他们走太快了啦！啊，我按到了，找不到。蛮强的、哦，看起来。觉得天山派弟子的招数落落了，没有到很强。前面有鱼在游，我们先把在你死前能见到我这如此俊美的面孔也是值了。啊！我又按错了。方贼人，留下吧。世事无常，花中迷人，怎能看破人心？无痛，无伤。无论天仓派的主要角色，连他们的攻击力其实也不太强了，所以就天仓派好像没什么价值哦。我的青城门人，你这样杀我的人！休息，不要打他！不要啊，那是我们的人啊！住手啊！
我，哇，这马汉先名字状况不利，我和自在天可要先撤了。老家伙杀了红眼，怕是听不到了。我谢喽，我们走。可恶啊！可恶！听众教徒在两方夹击下狼狈溃场，另一头何墨风、易然、何秋轩、孟婆围攻玄冥子。不过片刻，先是肩上重灾，左臂给划出数道剑伤，跟着胸口又挨了一掌，吐出一口淤血，不往不住倒退。玄冥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！哼！孟婆带腰发山，却看玄冥子袍袖一挥，肩头几个天山弟子登时软倒，脸色发紫，头吐白沫。大家后退，捂住口鼻。阿兰、娟儿，天上派的渣子。渣渣，是吗？是这样念吗？算了，你们走了狗运，老夫今天放你一马，给我记住了。何墨风，将来老夫必会让你们求神不得，求神不得。你们暂时安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天山派和丰都素无瓜葛，为何要来帮我们？天龙教授人挑拨，要与我丰都决一死战，而在那之前，自然要先一个一个拔除你们这些名门正派，壮大自身势力。帮主要归趟的除了天龙教，还有在背后操纵这一切妄图颠覆武林的黑手，因此需要保全各大派的力量以相助我丰都。想不到背后还有黑手。爹，这些丰都人行事亦正亦邪，他们的话我们能信吗？娟儿，他们出手救了我们乃是事实，不可如此无礼。我天山派为丰都所救，各位既与天龙教势不两立，我天山派自然会鼎力相助。如此甚好，和掌门果然中意，丰都在此谢过。你们几个带队留下驻守天山派，记住来者是客，莫扰民之事，弄给本官查到了，后果自己明白。是，日后若需贵派相助之时，我等派会遣使来报，就不再叨扰和掌门了。我们走。且慢，和掌门还有何指教？丰都既有联合各派力量的心思，何不联系少林寺无因方丈、丐帮科帮主等太多北斗、泰山北斗一呼百应，当事更加容易。此事就不劳和掌门挂心了，我等早已遣使通报少林、武当等四大派，可惜我丰都乃是朝廷钦犯，这四大派与朝廷走得近，怕是不会像和掌门一般通情达理。武当，确实确实，敢问若是这四大派不承认你丰都所言，贵帮又当该当如何？这四大派能与那腐败朝廷站在一块，我们便不得不与他们一战。不错，和掌门当好自思量，到时是否要继续与我丰都站在同一阵线？告辞。峰哥，咱们到时，我们与武当派势不两立，该站在哪一边？已经很明白。哼，依然天山派救援成功，天山门人加入部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先去，哦，你这个只是拍给大家看啦，那最后会不会救天山派我之后再想想看。那我们先看到天山门人的女弟子，哎，但有女弟子哎，那是不是要救一下？为了女弟子而救。他的 OK， 他们不会学到新招式，映雪奇剑。对，看起来是不会。嗯。然后女弟子血多100块，然后他们的心法是必中，对，必定命中，跟青山门的一样。OK。好，那这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喜欢没到换的频道，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给打开，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以中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